我警告你，不准东南之院任何一个人。公主，是要杀了我吗？你以为我不敢？我既然赶来临川，就已经做好了自保与脱身的准备。若是我死了，公主，您的父君和母后，恐怕就要……鱼死网破，就算我杀不了你，我也有的是机会割了你的舌头，挖了你的眼睛。你以你想要，只会越来越……自今日起。 如何动手，何时动手，由我来决定。而你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入我屋中半步。少主为何突然来找我？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凤渊最近总是闷闷不乐的，想问问婆婆，您去永昭王宫接亲时，可有发觉什么异样？异样？我听说永昭王很是疼爱少夫人，可少夫人出嫁那日，他却没有出现，只有少夫人的母亲与兄长送亲。照理说，异国公主远嫁临川。 永昭那边总归少询问少夫人的状况，可他们却不闻不问。能让他如此惆怅的，难道是凤氏王族内部出了什么问题？少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说吧。务卿先向少主请罪，务卿担心少夫人对您不利，擅自做主，让意识扣下了少夫人的心，确认了心中内容。 务卿，少主先听务卿把话说完。少夫人所在的永昭王族出了一桩大事，软禁生父，威胁手足，暗杀夫婿，永昭王族真是歹毒至极，与永昭王室的他人无关。此事全都是凤吟的一己之私。可那个凤吟要杀害少主您，我与他素未谋面。 虽不知道他为何要借我赶尽杀绝，但毕竟解救，被软禁的永昭王君，终归是永昭内政，临川无权干预。少主如何打算？先送出去吗？立即送出，不敢有误。雨季快要到了，送信毕竟不妥。 此事挺大，我还是亲自去找看武警将军最为稳当。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写了封家书，想去驿站确认一下有没有正常送出。 看来不让他当面确认清楚，他是不会安心的。我陪你去吧。你来临川也有些日子了，明日我又要出趟远门，正好带你四处走走。你陪我去？嗯，我陪你去会快一些。 你刚刚亲自确认了，驿使那边已经将信送出了。那到下一个驿站需要多久？ 还有多少个驿站才能送出临川的地界？出了临川去永昭，若是遇上风雨的话，会不会延误？到下一个驿站需要一天的时间。出临川地界需要32个驿站。遇到风雨，确实有些麻烦。不过我跟你保证，那个给你送信的驿使，一定会风雨兼程，万无一失的把信给送到。
所以可以放松一下，走一走，看一看吧。好。那个男人是在卖一棵树吗？哎，别过去。世界上只有那棵树是不卖的。不卖？那他为何抱着那棵树站在那儿？这是石榴树，在临川，石榴树象征着幸福生活，子孙满堂。他在等一个能陪他一起栽树、开花、结果的姑娘。这才黄昏，怎么就收摊了？你们这儿没有夜市吗？在临川，每当黄昏就代表一天的劳作结束，夜晚属于星月。你想不想知道他们去哪里？嗯，我带你去。相比于独处，临川族人更喜欢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。你们永照的夜晚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永照虽有夜市，但若是遇上宵禁的话，百姓得关门闭户，不得随意走动。你想不想去试试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看星星就好。永照和临川虽然相隔甚远，风俗习惯截然不同，但至少是同一片天空，都是一样的星星。嗯。临川倒是还有一处永照没有的，特别的星星。什么样的星星？走，我带你去。嗯。你不介意的话，就先把眼睛蒙住。好。我都忘了，我看不见了。走吧，我给你领路。小心。到了。神树在夜里会发光？那些是夜影。夜萤，是萤火虫吗？不完全是，它是依托神树树心而生的一种树虫。它是怎么？睡上一觉。
昨夜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阿渊，许是你背井离乡，还未习惯临川，这些日子似乎总是无法安然入睡。思来想去，才带你去看了夜影。夜影粉末有安睡之效，我已备下一些，愿你夜里不再惊梦。若吸入过多，会有昏睡假死之状，需尽快入睡，切记。院中新种下一棵石榴树，我出门这段时日，劳烦你代为照料。愿我归来再见时，石榴花开，惊梦已过。希望我归来时，一切问题都已迎刃而解。林翘，你可知少主为何突然出门了？是不是与我们公主生了什么嫌隙？花妖姑娘您别担心，少主和少夫人好着呢。南部水患，少主和雾清出门治水去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少主可有说他何时回来？估摸着得两个月吧。贺连熙不在，倒是正好给了我机会。这世间没良心的人都多的是，大殿下怎么会信树会有心这种鬼话？本王这个父君一辈子没给过我什么东西，倒是让我找到了这本册子，他与林川川主相交甚笃。这本册子上记录了林川有棵护足神树，若是林川少主死于非命，神树就会枯竭，那拥有上古之力的树心便会显现于世。若是本王得到了那棵树心，别说是东陆各族，整个天下都是本王的。永照是你的，我就是永照的王后；天下是你的，那我是什么？那你就是全天下最尊贵的人。他一起去临川，杀了贺连熙，把树心打了。好，那你忙吧，我不打扰了。银翘，花娥找你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问了下少主为何出门了。银翘，你以后还是和花娥保持距离，不要与她多亲近。嗯，等花娥回永照了，我会好好照顾少夫人您的。好，谢谢你。少主何时种的这棵石榴树？昨夜少夫人您睡下后，少主一个人来种的，还特地交代我不能打扰少夫人您休息。少夫人，您先回屋洗漱吧，少主还给您准备了旁的。少主说少夫人您喜欢花，嘱咐我日日给您更换，说让您见着了花就能舒心。哪用日日更换，这花一日又枯不了。
也不知乌九将军是否收到了我的信。何怜惜以及南之院上上下下如此呵护我，我断然不能再为了自己的亲人让凤英践踏了这片大地。等何怜惜回来，我便与他坦白一切，离开林川。若是真救不了夫君母后，大不了与他们同生共死。记住了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有您的信，永昭来的，快把信给我。银翘，你不是说从林川到永昭至少也要一个月吗？怎么那么快？少主知道您心思家中，特地传令所有驿站专人单独护送您的信，第一时间给您送过来。真的是乌九将军的笔迹。走，我们回南之院。哦。少夫人，永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？永昭和林川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，等日后有机会了，我带你去。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。看来她早已不是永昭公主，而是林川少夫人了。再待下去，对我没什么好处。少夫人，花娥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？好些日子没见着她了。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有一回她问我如何出林川。我去他屋里给他找路线，结果他生了好大的气，我头一回见到他发脾气呢。兴许是我前一阵子刚训斥过他，他闹了性子想早点走吧。怪不得他屋里有好多酒，原来是被少夫人训斥过，心中不悦才借酒消愁的。好多酒，我明明记得他是一口酒都喝不得。少夫人，今日上巳节，春婆婆说你也得和族人一起去伏羲驱灾的。好。烧吧，烧完了，我就能回永昭。你这个疯子！公主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灭着我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少夫人怎么能不去呢？可是少夫人说她身子不舒服。身子不舒服不入水就是了，祈福总是要参加的。陈婆婆，春婆婆，你怎么了？Thank you.
嗯。